这敌人不超过三十。你这个东西他有没有他们那个根据他们学生需求搞的部分呢？还是全部都是你那个标准的产品？是这样子，我们首先有一个自己的标准，但是我们去跟学校做的话，他如果有特殊的需求，我们现在就开始降温模式，因为他那个最低温的状态有一个限制，所以我们这里或者设置了这本书就是我们编写的，根据这个时间点编写的一个任务用书。我们还有一本书，那边的书，后面你像这本是国家规划的一个教材，我们的发明专利在这个第六章节形成了一个章节。嗯，哦，把我电脑。这玩意全都是你们自己弄出来的？这一本书是全部我们自己弄出来的，但是这一本书的话是重庆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。啊，有一节，有个章。它的第六章节就是这个 FlashNet。就是这么一块东西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发明专利，它已经把它纳入到国家规划教材里面。哦，这一块。然后我们也就是它开发了一款实验箱。